子的会堂，在世界各少数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。各位朋友，现在要开始为大家介绍25个族群中仍然保留文化特色的14个族群的音乐、舞蹈跟礼俗。各位朋友，节目就要开始了，是不是能先听到您的热情呢？掌声鼓励。直到反复醒来。
是分布在台湾东南部的排湾族，人口大约在6万人。排湾族的古灵祭是每5年举行一次，所以又称为古灵祭。里面的活动除了包含迎灵、谢神、取节礼、女子的成年礼以及特别的歌舞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占卜祭，又称为生命祭。生命祭是用16粒不同含义的浮球向上抛掷。参加祭典活动，每一位合格的男人都要尽全力去抢赐每粒浮球。有的球是代表幸运，也有的球是代表警告的增长。赐浮球的时间举行5天，每一天都有它不同的意象以及活动内容。第一粒浮球是属于诅咒复兴的祭球，接着这粒球把它抛向圈子外面，5天来所有的邪气就可以烟消云散，然后最后排湾族的子民重新获得新生。第二粒祈求排湾族的神莅临祭场，第三粒祈求祖灵下凡与族人共同参与祭典。另外，以上5年祭中最重要的活动，也就是女孩子的荡秋千。部落中已成年可以谈恋爱的女孩，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参加一个盛大的活动，一方面让族里面的大人来比健康的技术，另一方面是借着这个机会让更多的男孩来认识他们。因为上场的人是马奈，他说我是公认为最
节最勤劳的人。
现在要准备破船祈福，所以我邀请在座的所有的朋友，请全部站起来，请全部站起来。待会呢，跟你左右两边的朋友手牵着手。现在